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茶。本来我觉得啊，运动相机发展到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卷的了，直到影石推出了这一台全新的 Ace Pro， 它不仅能够让拍摄变得更加的简单，更加的有趣，而且的确解决了非常多我使用中的痛点，这就是我心目中2023年的年度运动相机。先来说一下它的画质和规格吧。Ace Pro 支持 4K 120帧的录制，后期可以进行慢放，支持自由比例的录像啊，充分利用传感器的大小，后期可以进行无损的自由去裁切横屏和竖屏。当然，这些基础的规格，其他的运动相机或多或少都有，对吧？那接下来才是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地方。首先，这是一台和徕卡联合研发的机器，在色彩科学和光学上面，徕卡也拿出了看家的本领。如果您不知道徕卡，没关系，您应该或多或少看过这些著名的照片，他们都是用徕卡来拍摄的。那对于所有的用户来讲啊，直冲色彩漂亮真的就是最省事儿的最大的需求。毕竟能不调色就获得一个好看的画面，谁不想要呢，对吗？这台机子的直冲颜色就非常非常的讨喜。其次，它还支持无损的2倍变焦，在操作界面上点击这个图标就可以变成2倍了。我们可以把正常拍摄的图像后期放大2倍，再跟左侧直接用无损放大拍摄的画面做一个对比。仔细看一下上面的文字部分，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的。大部分的运动相机呢都有数码变焦，没错，画面在放大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的虚，只有这一台是支持无损缩放的，画面的清晰度是不会改变的，那相当于多了另外一个2倍镜。不光是能够把画面拉得更近一些，同一个场景下面拍摄两组不同景别的画面，后期编辑的时候也会更好的衔接。那夜景方面呢，不光是有1.3英寸的大底传感器，更加入了一颗 AI 芯片负责处理降噪，晚上或者室内拍摄，只要选择夜景录像模式，就能够拍摄出明亮且稳定的画面了。这是一种和其他的运动相机做的对比，各位可以看一眼啊，主要看一下那种高光部分的细节。其实在 S Pro 上边高光部分的细节，其实从我看的屏幕里面还是挺好的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运动相机里面看出来呢，高光就稍微有点爆。在高光抑制上面，右边的已经过曝看不清楚了，而 Ace Pro 呢则控制得非常的好。再放大看一眼画面的细节和噪点的程度， Ace Pro 表现也会更好一些。那我之前一直认为啊，过分的强调运动相机的暗光拍摄真的挺无聊的，没事谁总在大晚上拍视频或者拍照片呢，对吧？而且光还不好。但是如果想想您要是在室内，尤其是在逛街又或者是在夜晚的游乐园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城这种灯光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面，用它去记录生活，那我觉得 Ace Pro 的确能够给您提供一些更明亮的视野，更好的动态防抖。还有一个就是运动 HDR 的模式，在这种逆光或者这种大光比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够保留更多的高光还有阴影的细节。那骑行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逆光的环境，这会儿它还有一个人脸识别曝光功能，能够在尽量保证你肤色准确、人脸曝光正常的情况下，同样也保留周围更多的环境细节。再来说一说，我真正认为它是改变运动相机形态的，并且能够大幅提高使用幸福感的功能。首先就是手势录制，比如在镜头面前比一个舞，就是开始录制了。那想要结束录制呢，再比一个舞就可以停止录制了。那在镜头面前比一个夜啊，就是3秒定时拍照。如果你要说你用这个自拍杆出去的话，你比如说你已经伸得非常非常的长了，那这会儿你如果要再拍摄的话，你就还得再拿回来，然后你再去摁，对吧？但是现在这个就可以不用。我们现在录制了，我们现在暂停，它就停止录制了。只要一个手势，全部都搞定了，用起来就特别的简单和快捷，识别率也非常非常的高。那对于我这种 INFJ 的人格来说，简直就是福音，不用连接手机或者蓝牙设备进行遥控，更不用傻乎乎的跟那喊开始录像、停止录像，尤其是在拍摄大家大合影的时候，真的是不求人。那对于像喜欢开车的时候录影的同学呢，你也不用担心开始或者暂停，你只需要对它比一个，哎，对吧？这样它就已经开始录像了。那如果你要想暂停的话呢，也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对吧，它就停止了。我现在是在三里屯的地下停车场外面的，你们能看到外面的光非常非常的暗啊。它也能顺畅的在录像和自拍之间进行切换，比如说我现在比一个，识别的非常的好，对吧？不过你要想再切换到录像的这个状态也特别特别的好使，只需要能看到吧，它就自动切换到这个
录像的状态了。所以在开车的这个过程中，或者说你在自驾游的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你用它来进行录影，就会非常非常的方便，而且非常非常的自在。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，开车的时候请遵守交通规则，也请尽量的不要分散注意力。另外一个功能呢，就是 AI 高光助手了，它能够自动分析你在单个视频中的精彩瞬间，然后打上标记，也可以手动选择标记，并且可以在相机内直接制作合成成高光合集。那对于不会剪辑的新手来说，直接连接手机 AI 也能实现自动剪辑，就特别容易上手，可以快速的分享影片。而对于经常用运动相机去记录出行的人来说，也不用每次都回看各种的素材再去挑选这个精彩片段，可以只保留高光片段，然后再将其他冗余的片段直接删除掉，不仅能够节省 SD 卡的储存空间，后期剪辑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节省时间。还有就是在录像的同时，你可以点击屏幕中央的暂停按钮，暂停录像。那需要拍摄的时候呢，再点击开始，前后两段就会保留在同一个媒体文件里边。又或者可以通过长按来取消录像。我原来经常就会因为误触拍摄一堆杂乱的素材，后期在整理的时候就特别的崩溃，这个取消录像的功能简直太方便了。那最后呢，如果要是导入素材到手机的话，你也不用一直让 APP 保持在前台，即便你滑走了或者锁屏了，它依然是在传输的，完事了之后你就可以在手机屏幕上面获得提醒，就不用像其他的运动相机那样举着手机跟那傻等。那再来说一说外观上的变化，影石其实并没有走极致的轻量化路线，相较于其他的运动相机，你拿在手里是会感觉到重一点点的，这主要是因为它加了这个翻转的屏幕。不光是 2.4 寸的大屏幕看起来很爽，自拍也很方便，这一个翻转还能解决很多实际应用中的问题。原来如果我要拍这个低机位的角度呢，我还得这样，然后我再往下趴着看，对吧？那现在这个就不用了，现在这个你可以直接把翻转屏打开，然后就可以给它拍一个低机位的视频。哎，这会儿就野生吴彦祖要说了啊，可以连接手机啊，对，没错，但是那不麻烦吗？而且还有很多时候是来不及的，用它你只需要抬起屏幕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个子比较高，所以我拍摄的时候喜欢胸屏的机位，那原来想要直接预览画面就非常的困难，你得猫着腰，那这个屏幕就可以调整角度让你看得清清楚楚。又或者说你想要拍摄骑行的视角，无论是前方还是自拍，都可以通过这个翻转屏幕去调整构图，时刻监看。这种模式它拍起来就会比较的平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支架，它就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进行拍摄。如果你出来忘带支架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拍摄。那无论是屏幕还是机身的按钮，整体的触感反馈就非常非常的好，开机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快速拍摄呢也能够在3秒钟之内开始，你甚至不用每一次都特别用力的按下去，正常的力度点击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也是有个小问题的啊，就是放在包里边有可能会误触开始录像。那我测试了一下续航的表现，关闭高光助手 4K30帧，在北京室内开了暖气的情况下，室温28度，一块电池可以拍摄1小时42分58秒，然后它就会提示电池已经没电了。而放在阳台上正午的太阳直射的情况下，大概在74分钟左右就会提示过热关机了。这个续航和过热的表现其实正经来说还是挺不错的。它还支持 PD 的快充，大概20分钟左右呢就能充到80%，40多分钟啊也能够充满。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使用中的一些缺点。第一，屏幕其实并没有电池电量百分比的显示，只有连接了手机 APP 之后才有，那强迫症的用户像我这样的一直还挺难以适应的。当然电池的 icon 呢也有不同的电量提示，那我后期还是希望能够加进去。第二，机器本身其实并没有配备额外的电池，需要单独的购买，光这一块电池啊的确不是特别的够用。第三，底座的快拆操作的确有点不太符合直觉，有一个是往上一扣就行了，那有一个还得往上再压一下。第四，视频是8比特的，不是10比特的，估计是为了控制整体的相机的过热，但是的确让我这种有后期深度调色需求的人来说呢，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别扭。但是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，他并没有调色的需求，只需要所见即所得的色彩，徕卡的色彩本身其实已经足够的优秀了，其实也就还好。那总体使用下来呢，瑕不掩瑜，我会觉得凭借使用的方便、解决痛点的功能设计、优秀的直出画质以及优异的夜景表现，它就是我心目中的2023年年度运动相机，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呢？哦，对了，它还有一个非 Pro 版本，会更加的便宜一些，各位如果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眼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多谢您的宝贵时间，我是小茶，咱们下期见。哎呀，大字，咦，你看，看在转一圈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多戏啊，戏精。